非常欢迎总统先生来华出席成都大运会开幕式。去年年底啊，我和总统先生在沙特利亚德共同出席了首届的中阿国家峰会，并举行了会晤，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，为中阿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。这是你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，相信这次会晤将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擘画新蓝图。中毛建交58年来，双方始终真诚相待，相互支持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我们高兴地看到中方为毛方援建的友谊港、国际会议中心等项目，为毛里塔尼亚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中方感谢毛方在设计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同中国坚定站在一起。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中东北非地区的局势新变化，中毛两国要继续做相互支持的好朋友，共谋发展的好伙伴，携手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。